长请。郑委员长，有关于这次两岸所签的这个协定哈，我有两个部分想要请教一下哈。是，就说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就是重大的事故的一个转送的服务相关的这些问题哈。那我想请教的是说，譬如说像我们看这次这个 Selena， 就是这个 SHE 这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哈，他在拍戏的时候遭到这个重大的伤害嘛哈。那就国人的习惯呢，不管是因为在台湾的医疗的品质，还有因为家人，然后还有再加上这个费用的问题哈，多半是希望能够尽速的回来嘛哈。那这个第一个我想请教的是说哈，你们因为之前哈，譬如说他是不是要包专机，譬如说像以 Selena 来讲，他可能在这个经济能力上面并没有相关的问题哈，所以他可能在安排上面的问题遇到的比较小。那一般的人哈，你们这个签署了，我的意思是说签署了之后，这个相关程序的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改善或简化吗？是，或在费用上面，因为你们这边提到说这个资讯啊，因为过去太，如果说要专机回来太贵了哦，那安排上面有也会很困难。那你现在签了这个之后的实质的改善是怎么样？是，那是不是我请石处长可以进一步说？郑委员好，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大陆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因为之前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到国外旅游，然后跟外交部产生纠纷哦，就是说到底这个钱是要国家帮他付还是他要自己付之类的。原则上这些这个第一课时间最重要的还是就地的医疗，好，这个是这一次我们在签署的当然的第一个部分非常强调的，就是就地的对对对，你赶快直接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就好了。第二个要转送回来的时候呢，目前是透过商业模式，所以它是由个人付费的，对，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协议之后会去建立起这中间的流程机制，那么就可以有台湾的医院有意愿的，他也可以来接受这个，这不一定是只有某一家，那么更多的市场的选择之下呢，那么相关的费用上就会有一些，换句话说就会有一个机制的建立，然后他们也不会求助无门，或者是说想要怎么样回台湾不知道要跟谁联络，不知道要找谁，然后也不会譬如说只有一家，然后非常的昂贵，如果有好几家可以选择的话，起码就是说价格上面会比较合理啦哈。但基本上他还是必须要就是个人对自己付费私人的这个负担。那你们这里讲的说医疗救援团指的是说到大陆去吗？就是有时候在转送的过程比较严重的，他随机的医疗救援团，对，是随机的医护人员。哦，那如果说是在大陆发生了集体的意外，譬如说他有重大的天灾啊，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发生像类似过去千岛湖事件这种的哈，那我们有可能派我们的医疗团队过去做协助吗？就是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来建立这个机制。是这样。那我想进一步问的说，像 Selena 这个 SHE 这个事情哈，那他回来了之后还有一个求偿的问题。譬如说医疗的费用是就是说一个相关的后续的求偿的问题，因为它产生了意外，那这个是谁要负这个责任，然后这个医疗费用要跟当地的人负责的人做求偿哈。譬如说他如果是旅游的话，很可能是要跟他的这个旅行社啊，或者是发生车祸的话跟对方求偿的这个医疗的费用，那他包括了很多的部分，在大陆的，在台湾的，他甚至于回来台湾的这个费用，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包含在这里头？就是说协助他后续的这个相关纠纷的求偿。这一次我们所做的纯粹是就医疗专业的部分，所以这个商业的求偿也好，或契约关系，那么这个我们没有涉入。OK， 好，我想因为这个是整个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像 Selena 这个事情因为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但他这个个案其实很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也好、旅游也好、就学也好的人的身上。好，那到底未来我们要怎么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配套哈，那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是可以提供国人未来能够更安心的到中国大陆去进行他任何想要做的活动，那他的身体健康的安全还有他的各种权益的保障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这个照顾。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医药品研发的合作哈，那我这边有看到就是说你们对于临床试验的相关管理规范哈，
好像在里面强调的这个目标就是因为要减少这些重复的程序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考量上面那当然呢，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广大而且全世界都想要竞争的一个市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于台商我们相关的产品在中国大陆去抢夺这个市场。但另外我想请教的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是全世界的市场，因为现在全世界掀起了这个中药的风潮，所以包括譬如说像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尤其是譬如说像在德国他们对于很多中药草的这种对这些东西的产品，其实这个是大发利市啊一发不可收拾啊那所以很多，事实上我也了解到很多台湾人也希望去投资这一块嘛那这个主要的药材的来源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那但是除了这个药材的来源之外，那中国大陆的药材但是台商所经营的，我们可能在技术上面品管上面各方面其实是水准还是高于中国大陆当地的那我不知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这次所签的这个协议有助于这个就是说变成是两岸在这方面的合作，甚至于包括 ECFA 在内，有助于我们这个东西的就是说进军全世界，去进攻全世界的市场吗？应该还是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刚刚郑委您提到的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从植物性的药品里面来开发新药那它既然要开发新药，它就要经过像动物试验、临床试验这样的阶段。那么临床试验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签这个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它应该是在国际标准。那为什么讲国际标准？也就是说你今天除了大陆的市场、台湾的市场以外，你要进军欧洲的市场或美国市场，你当然是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才有助于嘛只是说这个来源材料你从大陆来，你研发过程可能大陆有一些优势那去结合那么透过这个，至少是说我们跟陆方就是谈到这个临床试验合作，那用国际标准，那陆方也双方同意在这样标准下，那么他第一步到大陆上市。我想请教一下像一些国际的大厂譬如说maybe 像江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国际性的大厂，是他们也都在中国大陆其实都已经设厂了，也都进军，就是说也都。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跟这些国际性的厂商，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或日本的这个药厂的竞争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对于台商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签署，是位于跟他们平等的地位呢，还是说我们会比他们更好一点？从这个市场的 access 来说应该是有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但是你要到国际市场去，毕竟这个医药品的研发是非常复杂，当然他们的名声、他们的长期建立的声誉，这是另外一回事啦。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中国大陆的，因为这些所有中药材的来源全部都在中国大陆嘛，其他世界上其实是很少的啦，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比的啦。你透过这个市场来讲他们在这样的标准下到陆方的市场，其实是这个协议是有帮助的，是比较有利的。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副署长了因为我们昨天二代健保也已经通过了那么我想这一个过去这三年的时间里头我们卫生署也换了杨志良署长，是第二个署长了第三个署长了。那其实也是我们内阁里头等于是说最频繁的一个内阁部会那这个二代健保的过程来讲，其实我们对于杨署长他所抱的理想，还有他当时来到署里面，其实他一开始他开宗明就讲得很清楚，他是为了推动二代健保而来，所以他也今天是求人得人。虽然这二代健保的结果并不尽得是100%完美的，但是现实的社会状况就是如此那我不知道副署长是不是愿意谈一谈，昨天这个杨署长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就是说他这个该尽的责任也已经尽了那么他也表示了非常坚决的辞意那历经了三任的署长，然后署长杨署长昨天非常坚决的求辞就署里头或就副署长您自己个人，不知道愿意不愿意谈一谈，你觉得杨署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署长？那么现在对于署里头大家的心情那气氛是如何？
我们应该认为他是非常好的署长了哈，他来领导我们，真的在其实也不是只有健保了。我想他这一段时间在其他的方面，譬如说包括今天协议的签署种种他其实都是尽心尽力。从美牛 H1N1， 对，然后各就是说，事实上这两年的确在这个卫生署啊，是一个非常。遭遇到很多重大的议题的一个部分，我们几乎是一件一件啊，这些重大的事情啊，都一直在努力啦。嘿，那署长也觉得说他来带领这个团队啊，他也觉得大家跟他的配合都不错这样子。不过因为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哈，我想我也不方便来说替他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因为我想他的心情应该在昨天的那个新闻稿。那现在署长是在他的办公室吗？还是他打包完先回家了？哎，我现在不知道，此刻他不晓得在哪里。那么你们有表达对他，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留他下来呢？哎，是不是留他下来？大概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当然很希望这个团队能够来继续努力啦。那对于这次二代健保最后所通过的这个版本，那么现在卫生署接下来有更重要的重责大任，必须要将它的落实跟推行，对执行的部分。那么就这一点，是不是整个卫生署有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对，那么署长认为说，这个次二代健保的通过，还有这个版本哈，他自己个人打了75分，我是看媒体的啦哈。如果媒体的转述没有错误的话，那你们个人，你们署里头认为呢？这个是两个，因为毕竟你们常任文官跟政务官的心态哈，还有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也是政务官，是不是常务官。对，我想这个是他的看法了哈，就是说原来努力的方向是二代健保嘛哈，就是家户所得的这样的观念。那现在不是，所以他可能是做这样的一个评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法已经就是在我们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来通过，那么行政单位就有必要全力好来对这个立法所规范的这些作业呢，好好的来做准备。这一点对行政团队好署里的行政团队是有这样的认知，还有这样的这个我个人是一直认为哈，那么杨志良署长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其实还蛮少见看到的一个有政务官的风骨跟格调的一个官员啊。那他当然是敢言。这个个性也引起了媒体高度的关注，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政务官应该有很清楚的他的一个政策的方向跟理想，同时为推动这个理想不为任何的争议啊，那么也为这个理想来做一定的政治上面的负责。那当然我们非常尊重杨署长他的选择，也很希望如果说我们卫生署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署长啊，那么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留下来。不过我想就我们长期对他的观察跟了解哈，他是一个非常个性潇洒的人啦。我相信他这一次的这个辞意是非常非常的坚决啊，可能你们又要再面临一个新的署长。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希望未来卫生署还是主管非常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尤其是二代健保的上路，还是希望我们国人的健康哈能够继续的维持我们的健保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跟美名。我们一定朝这个这样来努力。谢谢。好，谢谢我们曾令文委员，我们休息10分钟。